好，217，第四，神是如何产生的？说来十分有趣，在旧约，当然有新约跟旧约啊，创世纪中记载的是上帝创造人类的故事。那么这个，亚当跟夏娃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么那个我们上次说念这个一旬言，那么那个字是缅甸的甸，有的人念这伊甸言，伊甸言。可是呢，我们从小呢念这个甸字啊，缅甸的甸呢，不是很习惯，所以我都念一旬言啊。底下啊，但是近代的心理学家以及宗教学者在深入研究之后，却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答案。神是人创造出来的，刚好相反。本来说神创造人类，现在变成人类创造这个神。这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个神呢？简单的分析可以得到解答。古代科学不进步，人们对于大自然不甚了解，对于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天灾地变感到恐惧，以为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暗地里作怪，他们就称之为神。诸位，你以现在21世纪来讲，你打开这个 Discovery 这个频道，包括现在的非洲，他们要捕猎、狩猎、出去狩猎，就是打猎的意思啊，打不到回来，就说山神在生气呀。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狩猎到野兽都挂一个观念，安立一个山神诸位，底下人们看到闪电打雷常常伤害人畜，引起火灾，就以为有雷公雷姆，看到洪水泛滥来势汹汹，就以为有河神。这河伯娶亲的故事就是这种迷信下的悲剧。诸位，这个讲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经典根据的这些神如果我们把这些崇拜的神把他批判的太厉害，那么 外道他也会否定你天龙八部所以这种地方要讲到恰到好处就好你否定所有他们信仰的这个力量，他们也会否定你。那么里面32应身也不存在啊，你们阿弥陀也看不到啊，你们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你们地藏经不是也讲吗河神山神一切的鬼神土地神苗教神嘛，你们每天在诵地藏经所以这个地方叫点到为止就好。这种众生的信仰的力量是很强的，他在这里讲的是你所谓的这些神是没有任何经典根据的，自己创造出来的。那我们今天信仰的是佛讲的经典是有根据的，
哦，所以这个角度不一样。所以对这个神的存在，众神的存在，因为很敏感啊，我们对其他的宗派我们可以尊重，所以点到为止就好啊。据专家学者的考据，人类所崇拜、所无中生有的神，最多竟然达到3亿3000万个的，你说吓不吓人呢？啊，你到尼泊尔去看，尼泊尔这个国家，就是神比人还多。这尼泊尔啊，它每一座山都有名字，那个神还有名字哦。我们呢，到尼泊尔去，那个尼泊尔的导游，因为他去北京读过书，中文讲得很好，啊，他到中国大陆读过中文，中文讲得很好，跟我们介绍，哦，这个山是什么什么神，哎，所以林老师讲的这一段，只要在比较，所以实在话，比较落后的地方啊，或者是比较不开化的地方，他的神就特别多，那神就特别多。然而这许许多多的神，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无知和恐惧，却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一个个在科学的照妖镜下现了形，一个个的又被人类扬弃了。在知道闪电打雷的真相之后，谁还会相信有雷神呢？在了解疏浚河川可以防洪之后，河神自然就寿终正寝了。这些神的死亡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人类理智的觉醒，人类懂得运用自己的智慧力，可以和大自然抗争之后，人定胜天的观念就深入人民的心中。注意，这个人定胜天是一种勉励的话。大自然如果反扑回来，人类没有办法胜天。他这句是鼓励你要坚定你的意志，来勉励你。真正到现在为止，很简单，大地震，他们都说，地震专家都说，单单这个大地震都没有办法预测。这个大地震，只知道有这种东西快发生了，可是预测不到。大地震，这专家讲的。海啸，目前为止，除非用科学的仪器，啊，再来，啊，彗星撞地球，这些大灾难，你也拿它没办法。到目前为止，火山爆发，科学家只能眼睁睁的看了。那庞贝城，那个意大利那个庞贝城，那死多少人逃都来不及。我们到意大利去看啊，那个庞贝城，2000多年前，那个一场这个火山爆发，人们根本来不及逃难。我们到意大利去看的时候，有的人皇后死的时候啊，躺着，剩下骨头啊。但是因为呢，它这个火山夹在有石灰，然后下雨就会凝固，一直变成类似木乃伊，不会腐烂啊。那么有的人刚好在休息睡觉，所以
你去看啊，意大利那个惨不忍睹了，啊，死亡的，因为火山爆发死亡的，整片各个姿势，各种姿势，有的这样，有的这样子，啊啊，都没有烂掉哦。哎，所以我们到今天呢，2000多年的今天，21世纪，仍然对大自然没辙，没有办法。要不然你今天你有办法预测大地震？台湾的921大地震，您看死多少人？你要是有能力，人定胜天，那你就有办法预测，是不是？你看死2000-3000人呢，台湾呢？唐山大地震，中国大陆的，你看死多少万人？阪神大地震，日本的，死多少万？日本是最先进的国家，某些地方超过美国，仍然束手无策。哎，束手无策，所以这个人定胜天，他是鼓励我们，只要你努力，下这个坚定的因，你就有好的果。哎，是他是勉励你。底下，人定胜天的观念就深入人们的心中，人再也不必可怜兮兮地向他匍匐膜拜。向他啊谄媚赞美了，哎，然而今天有部分的人们为什么还固执地认定有一个全知全能的造物主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很容易懂，因为人类不了解宇宙人生的奥秘。人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很简单，人从无明来，往六道轮回去。世界如何生成的？世界由业感缘起而生成的。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因为缘起即无应身显现，在阿含经里面讲，什么叫生？哦，生就是即无应身显现出来一个缘起法啊，他说那是生。哎，所以人从何处来？人从无明而来，往何处去？往六道轮回去。世界如何生成？世界的生成由业感缘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应力不同，比如说你今天你业力感召，你投胎大海那个鱼类，那么你的能力就限住在那个地方，因为你离开了大海的水，你这个鱼不能活。人类的业感也是这样子，我们的业力感应人生活在地上，大地上，人生活在这个大地，因为业力的感召感应力，所以人生活要呼吸，要吃饭，要睡觉，要穿衣，你没有办法抗拒的啊。所以佛法就是你是什么业力感应什么果报，你就要好好的安住你那个角度，好好的过日子。哎，佛法并不是说你今天人类有办法生存在大海底下，就说哦，你可以成佛，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哎呀，我们人类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那个叫特殊的能力，这跟佛教佛法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很清楚，业力显现的东西，我们几乎被框住，几乎被束缚住。啊，如果我们
违背了这个大自然的法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更深一层的东西。譬如说老虎、狮子或者是豹、猎豹啊，有人念霸啊。好，在这个非洲有一些动物濒临绝种，这个科学家呢把它啊带回来灌养，把它灌养，关在笼子里面用给它吃啊，那么给它休息，结果问题出来了，给它一放到野外没办法谋生，没有办法谋生啊，为什么呢？它那个本能失去，一只动物你一直把它关在笼子里面没有训练它，它那个本能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哎，还有一群狮子，它把它关在笼子里面，把它灌养，就笼子出去没有办法活啊，就在笼子里面繁殖。那科学家说，就说近亲相奸啊，啊，因为爸爸妈妈结婚生了一对儿女，儿女又狮子，他是畜生，他也不懂，他就繁殖，繁殖以后，因为这个 DNA 就没有抵抗力。简单讲，人类也是这样子。人类如果这个近亲结婚，到最后，他这个种族就要灭亡，种族就要灭亡，因为他完全那一层抵抗力通通被破坏，你没有能力抵抗疾病，你也没有能力去抗拒啊！你这个遗传，比如说，他这个野生动物配种，这只狮子从东边，这只狮子从西边很遥远的地方，哎，把它结合，它的抵抗力100%，出生它就是一只很健康的狮子。可是如果近亲啊，哥哥跟妹妹狮子结婚，好，感觉没显现没有什么，他的能力100，抵抗力剩下98%，啊，再下一代就更麻烦了。哎，有时候这个女儿啊跟叔叔啊，哦，或者叔叔啊，哎，或者是阿姨啊跟那哥哥啊结婚，他这个狮群啊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科学家担忧。要养这些野生动物也烦恼，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谋生，失去猎杀的本能，要把它放到野外啊，把它放到野外一下子活不了，所以一层出不穷的问题。人类也是这样子，你要是没有经过痛苦，经过训练，我们的佛性根本就显现不出来。一个人养尊处优的每天在房间里面吹冷气啊，或者是从来不吃过苦的，不能熬过那个烦恼，那份啊顽强的那种执着，自己不懂得去降服，虽然外表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境界一来，临命中境界一来就一定倒的，他没有能力去突破那种困境。所以所有的众生都要感恩逆境，感恩伤害你的人，你一定要感恩这些人世间的种种的苦痛，你才有切肤之痛，才能够醒过来。如果我们一出生就像天堂一样的快乐，我告诉你，在座诸位没有一个人要走修行的路线，大家都不想修行，要男众有男众的苦，女众有女众的苦，让你觉得说哎呀，有这个色身正是麻烦，正是苦恼，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结婚的苦，结婚有结婚的苦，生个一女生个一女的烦恼，那种哀愁忧叹
苦恼，在这个阿含经讲的啊，烦闷恼哀叹苦恼，哎，没有一天停过的啊，我们就这样最后就交出生命啊。因此啊，告诉诸位，我们应该感谢上苍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种种的逆境，你的公司行号跟你作对，你有福报。要找一个伤害你的，找一个来回报你的还不简单。那么你父母亲老是跟你作对，感谢父母亲，也这样让你体会到事情就是这样子。身处在娑婆世界，你一定要体会到这一点。师父在这里要重新告诉你，我所看过的，我活到今天我所看过的，那一些以伤害三宝为快乐的，动不动就用自己的个性也不听劝告的，他也停不下来那种口业恶业啊，诸位，我看到的果报很快就现前，很快很快就现前。所以众生要度，还得看他要让不让我们度。好，诸位啊，底下啊，由于所知有限啊，未能了解他，所以就凭空地造出一个神来，毫不费力地就解答了这些疑问。但相信神创造万物的人，却不想想看神从何而来。如果上帝这些啊老母能自己存在的话，那么人类又何必请神出来解答宇宙的起源呢？换句话说，神能够自己存在，万物当然也能够自己存在的，意思就是不需要神创造的。神是人类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究竟所产生的幻想。有一天人类的科学更进步，人类的理智更清晰，人们将毫不留恋地抛弃它，就像以前人类抛弃了河神、电神、树神、灶神、食神、筷子神啊、碗神。你知道吗？神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实体上的神根本就求不到。因为人类在以自己的形象造神的时候，所造的并不是实体的神，也无法造。人们所造的是心理的神、观念的神而已。说来也很可怜，人类一方面在赞美、膜拜慈悲的神的时候，另一方面内心却还怀着无限的恐惧和空虚呢？啊，那么这一段的重点是在破除迷信，啊，叫你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么我们的经典是有佛讲的，我们是有依据的。第七章222页，如何做一个佛教徒，要怎么样做一个佛弟子呢？读完了这本书，或许有些同学对佛教产生了好感，希望能够做一个佛弟子，但是心中难免会有一点疑惑，如何才算是佛教徒呢？如何做个佛教徒呢？我想这个问题的解答不必兜着圈子，简单的可以分成三点来谈。第一，了解佛教，研究佛学。你不研究，你不了解佛教，会对佛教误会。
你不研究佛学，你没有办法开大智慧。我们做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圆满成功。同样的，要想信仰宗教，就要先了解这个宗教的教理是否可以满足人类的要求，他对宇宙人生问题的解释是彻底的还是不彻底的，能够令人心悦诚服呢还是不能。所以要想做个佛弟子，一定要先了解佛教，以研究佛学，如此才能基于理智的信仰。所以宗教是理智的延续，不是感情作用，才不至于变成人云亦云，自欺欺人的盲目。这个在太多了，比如说了解佛教是不杀生的，那么杀猪宰鸭来拜拜的就违背了佛教的精神。又一般所谓的神明，诸如妈祖，所以你看那个妈祖，大甲妈祖，我们对妈祖哈是崇拜啊，因为他也是菩萨示现的呢，救人救世的。你看这个